四月二日世界地球日，吉比医学中心每年举办各项爱地球的系列活动。今年结合绿色族群，伫个病院餐厅外面的走廊举办小农的市集，希望将在地当季健康的食材推广予病院的同仁，甚至是看病患者的家属，做伙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小农。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所以我们过去奇美医院不止在医疗啊，我们在环保上面也每年几乎都会在这个时候办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呢啊，特别很高兴这个啊，国内绿色企业的龙头呢，玉山银行啊，苏资深经理还有许资深经理啊，他们都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医院有很多员工，他自己本身也有栽种一些这个啊蔬果，过去就常常有医院的员工来分享。那我们借这个小农市集呢啊，也让他们啊平常有一些这个他们的心血可以拿出来大家共享。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弱势的团体也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借这个鼓励大家用当地的食材，当季的食材，这样子呢来这个保护这个地球。地球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地球。我们非常开心在今天奇美医院用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方式，为了市集小农，让环保 ESG 这个议题能够结合，能够让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能够落实如何做到爱地球，甚至在一整个生活化里面做到环保一个议题。再次感谢奇美医院在地球日的当天能够让玉山结合，让企业对企业的结合抛砖引玉，希望我们在整个的社会在 ESG 这个议题里面能够做得更好。现场除了邀请新创团体，有人心恒工作坊、恩典工坊加慈光心智做回来拜答参悟，现场还有树苗和兰花的赠送，让医护人员感觉真有意义。今天呢，大家院方的同仁都来响应地球，世界地球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对，那同仁都很支持，对，很感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除了响应小农吃在地当季的食材，另外病院也将在二月三号和玉山银行文家南区做伙伫个黄金海岸来净滩，用实际行动来保护海洋的生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